大家好，我是夕阳小新。模组平台上线一周了，今天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，定期给大家推荐模组、地图以及以后的资产。记得一定要一键三连哦！因为地图资源比较大，很多时候下载比较慢，我帮大家一一尝试，给大家节省时间。这次给大家展现的是订阅量超过两千的地图，其他好的地图随着订阅量增加会在以后的评测中露面，从低到高，先看订阅量十一的西雅图。为了以后评测方便，我们统一标准，虽然都是主观评价，但相对来讲也有一定的尺度。 由于开发者模式可以调整天气模组，也支持资源刷子，所以关于气候和资源不列入地图评价范畴。主要分为五块：地图景色指的是第一眼远距离鸟瞰地图的印象。西雅图这张整体看起来有些特别，另外也给真实地图一个面子，四颗星。精细程度指的是拉近距离后地图细节的处理，尤其关注边缘是不是有柔化处理、植被安排、河流、岛屿设计等等。西雅图这张基本上就是载入高度图，细节做的不好，边缘比较硬，两颗。 星开局地块指的是开局的范围给人的感觉会不会想玩下去？这张图一塌糊涂，甚至还没有大平地给人的欲望高，多余的树还需要砍掉。一颗星。地图特色比较宽泛，指地图的独特吸引力。这张图比白板还是有点特色的，有但是不多。三颗星。自带路网指的是地图中路网立交桥的制作水平。这图带了两个立交桥还行，比一般手做的还是要强一点的。四颗星。另外建造难度不列入推荐标准，方便各类玩家选择。这张图整。 体比较平，适合新手摊大饼，建造难度两颗星。最终评价建造难度两颗星，推荐指数三颗星。订阅量第十的布拉格堡，鸟看第一感觉不错，有山有海有河有变化。 景色四颗星，细节方面海边处理还可以，但是稍微有点愣。河流植被做的也还可以，三颗星。开局地块贴心的画上了路网，虽然有些乱，但是有海有区域划分，还是一比一的现实，还是有规划欲望的。三颗星。这张图比较有特色，河流和海岸线不错，远处有山，但是大部分在海边的平原上。四颗星。自带路网，没有立交桥，中规中矩。三颗星。最终评价：建造难度三点五星，推荐指数三点五星。来自不丹的廷布，景色方面 一眼望去一片大山，山图爱好者会比较喜欢，四颗星，精细程度还可以，边缘有处理，但是变化不算多，三颗星。开局地块呢，两山夹着一小块河谷平地，感觉还不错，四颗星。地图特色，山图嘛，围绕河流建成应该挺有趣，当然也会比较难，四颗星。自带路网，没有立交桥，但也无功无过，三颗星。最终评价，建造难度四颗星，推荐指数三点五星。凯尔文海角地图景色，一眼看上去非常喜欢，有山有海有变化，五颗星。 颗星细节方面，山的细节不错，植被覆盖也依照山的走势，海边的边缘处理也很出色。四颗星。开局地块一块临海的长方形还不错，有规划的欲望。四颗星。地图特色，个人很喜欢海岛，也正在直播这张地图，难度适中，富有变化。四颗星。自带路网没有太出彩，但也还行，方便后期修改。三颗星。最终评价，建造难度三点五星，推荐指数四颗星。云湾地图景色，第一感觉和一张默认的地图有点像，两山夹平原。 山的形状挺好看，四颗星，精细程度就比较一般了，边缘处理的不好看，植被比较潦草，甚至多余，两颗星。开局地块河流交汇处还不错，三颗星。地图特色有山有河，比较平，适合铺大饼，三颗星。自带路网，用了两个默认的立交桥，还行，三颗星。最终评价：建造难度两颗星，推荐指数三颗星。沃尔乔利亚整体景色感觉不错，什么都有，富有变化，五颗星。精细程度各种细节边缘做的不错，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有些。 山上的树覆盖的过多了，四颗星。开局地块观感还不错，背山面海，面积比较大，还比较平，四颗星。地图特色，高度有落差，有山有海有变化。修建城市呢有挑战性，五颗星。自带路网，中规中矩的立交桥，三颗星。最终评价，建造难度四颗星，推荐指数四点五星。新西兰的瓦纳卡整体感觉非常不错，景色五颗星。细节方面差了不少，山和河的边缘做的很一般，三颗星。开局地块比较贴心，把路网也简单做了下，旁边有。 个海湾观感还行，四颗星。地图特色呢？中部很平，四周山富有变化，河流也不错，四颗星。自带路网，纯平交的路比较一般，两颗星。最终评价：建造难度两颗星，推荐指数三点五星。乌斯克姆鲁湾地图景色毫不犹豫的五颗星，这山这河这海很不错，精细程度无论是河流还是植被都很好，五颗星。开局地块不规则的地块，有山有海有复杂的路网，五颗星。地图特色自带的桥不错，河流也不错。 中部比较平坦，但变化也很多，四颗星。自带路网，有比较多的立交桥，做的还不错，四颗星。最终评价：建造难度三点五星，推荐指数四点五星。来到订阅量第三的木兰，地图景色还是两山夹两水，比较一般，三颗星。精细程度不高，甚至比较简陋，两颗星。开局地块也比较随意，大概率要删除很多树，玩的欲望不高，两颗星。地图特色呢？整体风格还可以，河流有变化，比较平，也适合摊大饼，三颗星。自带的路网，典型的。 画了不如不画，两颗星。最终评价：建造难度三颗星，推荐指数二点五星。凯克斯福德基于挪威的一张地图，景色方面有一种独特的美，五颗星。精细程度细节不错，河流也还行，四颗星。开局地块选择比较一般。 不过也还行，至少没铺满树，三颗星。地图特色很多半岛、岛屿，远处还有山来点缀，有一定的难度。地块呢也加入了三角形，四颗星。自带路网，中规中矩的路网，大概率后期要改造，三颗星。最终评价：建造难度四颗星，推荐指数三点五星。定位量第一的犹他州，黑龙山谷地图景色只能说还行吧，堪称买家秀和卖家秀，和截图相差甚远，三颗星。细节方面拉近之后感觉很失望，也许可能是少了仙人掌，两颗星。开局地块。 很一般，中间的路哪怕现实就是这样，也非常的丑，两颗星。地图特色，这些峭壁还是有一定特色的，但是整体的建造部分就是一块长痘痘的大平地嘛，三颗星。自带路网很一般，估计都会拆掉，一颗星。最终评价，建造难度二点五星，推荐指数二点五星。好的，今天的地图评测就到这里，看出来了吧？订阅多的不一定就是最适合我们的，这里只是抛砖引玉，大家多比较多寻找，就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地图。更多的模组地图资产推荐，请持续保持关注。 我是夕阳小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